为什么我照片？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忘了先自我介绍了。我是你哥哥，以峰的女朋友，我叫做张美乐。哎，不好意思哦，你哥哥啊，临时有事，我想说礼貌上我还是该讲一下啊。哦，恭喜你哦！听说你最近去美国歌坛发展很厉害哎，网络上还说啊，你跟李安、王建民遍野华人之光哎。 哦，网络上还说啊，小甜甜布兰妮邀请你去他家开 party 耶！那安妮亚琼，你有没有见过他本人啊？你知道他说过了没有？愧夫还是个美术老师，审美观跟屎尿都已经冲进马桶里啊！对不起。 我不该多话的，我送你回家。干什么？我送你回家。啊？我不喜欢跟陌生人同车，我搭计程车行了。计程车司机也是陌生人啊。但是他们不会为了跟我装熟，一路上刮到我不停。不管你怎么说啦，反正我就是把你安全送到家，因为我带你哥啦。跟我走啦。 张美乐，他是乙凤的弟弟，你一定要忍住。麻烦请你等一下。 不客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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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客气哦。谢谢，谢谢。拜拜，拜拜。妈妈呢？妈妈在哪里？爸爸。好了，好，姐姐带你。 找妈妈好不好？去找警察叔叔，去找妈妈。走，好不好？走，我们去找妈妈。走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看到那个小妹妹在那边。妈妈，好，叔叔带你去找妈妈，好不好？警察叔叔，嗯，好。拜拜哦，好，他去找妈妈哦，不要哭了，好不好？ 对不起，我好了。你好像很习惯去套我身边每个人啊，不嫌累啊？不会，助人为快乐之本嘛。哼，原来是为了让自己快乐才去帮别人，这也算是一种虚伪啊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讲话这样？车子不是在那边吗？还不快走？哎，兄弟哦。大猪头。